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近日由马思纯、申一龙主演的电视剧《将军在上》已经完美落幕，剧中岳昭和君王两人之间的甜美爱恋也是完美画上了一个句号，但却唯独被众多网友纷纷喜欢的小表妹柳心一却暗示悲惨下线，让一众网友抱怨可怜了我的表妹。不过近期好消息也是如期而至了，由原著作者亲自操刀的《将军在上》番外《将军在上之时空猎人》也是要在明天或者上线了。故事将会以表妹为整体线索，讲述表妹穿越回到另一个世界，并且又遇到了一个名为叶昭的男人。表妹在北宋的爱情不得其所，却不知穿越后的另一份缘分是否将会圆满。表妹和男叶昭两人之间的绝美爱恋是很令人所期待的，没有看过表妹的小伙伴一定要来和小薇一起弥补之前的遗憾哦。相信表妹再次遇到重叶的叶昭，追爱剧情一定也会很精彩，做的明天上线吧。